为着要迎接2018年新年来到，平常时热心公益、关心妇女健康的惠林县日头花姊妹啊协会，今仔日就伫好尾镇的多功能活动中心举办一场女性健康讲座，邀请中华民国林肝病友协会的理事长黄秀芳来分享17年来对抗林肝的亲身体验，也佮有安怎预防疾病佮健康养生的常识。伫咧活动当中，北港妈祖病院的医护人员也特别为民众来进行免费的健康检查，吸引到满场的民众参加。庆祝跨年毋是少年人的权利，为着迎接2018新年的来到，婚姻观日头花姐妹协会举办一场真有意义的健康讲座，一开始安排精彩的歌舞，带大家来化妆筋骨。为了大家的健康，我们邀请了我们的黄理事长来跟我们分享，要怎么样才能健康，要怎么样才能够活得更快乐，然后你的健康就是你家人的幸福。中华民国林癌病友协会理事长黄秀芳，39岁就得到林癌，虽然17年来因为病情的拖磨，双耳失聪，骨头也就去，但是伊无放弃治疗，勇敢对抗。这次伊来分享经验，甲大家来互相鼓励。17年前。因为乳癌这个耳朵聋了，今年年初这个耳朵又聋了，现在带着助听器，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活在当下。那乳癌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的心，如果能够及早把握了黄金的治疗期，事实上你可以拥有可以控制的而且康复的生活。现在医药的过程的治疗是很棒的，而且可以维持我们基本的生活。李委长李先是婚姻观日头花姐妹协会创办人，伊讲创会精神之一就是关心妇女的权益，这次真欢喜邀请到生命导师来好买演讲。那我希望就是我们姐妹呢都能够得到这个好的医疗资讯，那能够非常勇敢健康的来接受检查。那甚至呢，假设说有罹患的这些姐妹呢，我想透过这个媒体呢，有一些朋友是罹患了癌症，但是她如何能够挑战自我能够赢得健康的这样个未来的人生。除了黄秀芳的健康讲座分享以外，活动还有如何来预防疾病、健康养生常识的宣导。北港妈祖病院医护人员也在现场为民众来进行免费的健康检查。记者范宏坤采访报道。